学员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受到了多重元素的威胁，在人们在饮用时不免会产生忧虑，而今天的这款小米净水器会完全解决你的担忧，让你享受健康的饮用水。这款小米净水器采用 RO 反渗透技术，可以去除水中的重金属、抗生素、有机物，硕大的身躯，洁白色的质感，颇有一种节能的韵味。小米净水器有四级过滤系统，使用户获得健康的饮用水。第一级为优质 PP 棉滤芯，可以滤除泥沙、混浊物、铁锈等物质。第二级为进口椰壳活性炭滤芯，主要功能在于吸附异味、异色、余氯等。第三级采用全球顶级滤芯供应商美国陶氏 GE 的 RO 反渗透膜，可以去除水垢、抗生素、有害有机物、重金属、亚硝酸盐、细菌等有害物质。第四级后置活性炭滤芯采用与二级滤芯相同的进口椰壳活性炭滤材，进一步净化水中残余异味，改善口感。将四级过滤装置分别放入指定位置进行安装。小米净水器的出水口由放置浓缩水管和触控龙头出水口两部分组成。触控龙头出水口提供六种不同型号的转接口，便于用户在实际生活中使用。小米净水器能够输出纯水和自来水，当用户点击纯水触控按钮时，即可进入制水工作状态，输出纯净水。对于小米净水器的实际功能，可以通过小米 TDS 检测笔进行检测，分别拿到纯净水和废水进行实际检测，屏幕上会显示出检测数值。在手机 APP 一端，我们可以看到四级滤芯的使用状况和过滤后水的 TDS 值，将一切信息掌握在手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保护水源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，而这款小米净水器运用高端科技技术，为用户制作出干净有益的纯净水，从源头保卫我们的健康生活。